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 以及马来西亚盖亚卡店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芒果，今天来介绍一副索罗里亚克忍蛙 Take Team 加上四二真龙，还有配索罗 GX 的牌组。好，首先看到我们的百变怪可以进化成任何的二阶、一阶宝可梦，那进化成我们的索罗里亚克以及四二真龙没有问题。接下来就是个菱形的胡巴哈，它的特性是当它从手上打到后排的时候呢，它可以额外把手上两颗二能量哈贴到自己的身上。哇哦，贴两颗那还不算手贴哦，所以说你这回有可能可以贴三颗哈。那贴这个的话呢，有可能会帮助我们的这个索罗忍蛙 Take Team 的攻击力增加哈，来看一下第一招打30滴，那如果自己场上有多一颗二能量的话，我可以再多30滴，所以说我场上如果有10颗，我可以打多少？330滴，这样懂了吗？好了，他的 G 叉哈，直接从墓地拿两只二系的 G 叉或一叉宝可梦飞回到你的后排，那如果你再额外再多一个能量的话哈，这两只飞回来的宝可梦可以再额外再吸多哈，多吸带两颗能量回来，那我觉得这个 G 叉应该是用不太到了，我觉得不如留给我们的索罗 G 叉开，好不好？好，那等一下会讲到，来接着胡巴哈，可以防止所有对手的一叉 G 叉的宝可梦的攻击以及攻击附加效果。那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防止对方如果有大 boss 出来了，我们打不掉哈，打不掉，那干脆我们用胡巴先摸一下，下回合怎么样？再用我们的索罗忍蛙干掉它，可以，好不好？例如呢？喷火龙啦，喷火龙，如果对方在场上，如果他刚好有头巾的话，你还派索罗出去，你还派忍蛙这个 Take Team 出去的话，那不就找死吗？对方直接一只骨子马或怎么样把你抓上来，你就直接被对方拿到3张奖励卡。重点是你还不一定杀掉他，你如果能杀掉他，那就算了；如果你杀不掉，那你还白白送他3张奖励卡，不是很亏吗？所以说这时候也许可以挡一下他，或者是我们先摸一下也是可以的话，摸一下之后呢，怎么样？我们再用这个来收头是 OK 的。好，那接着我们就索罗的话就是帮忙怎么样丢能量以及我们的绿牌的这个特性哦，丢一张手牌，然后抽牌组上面2张牌，那你可以丢二能量，丢掉呢再给我们的四二真龙来做特性使用。来，攻击招式打20，看场上的宝可梦数量哦，自己场上，那我场上有6只就打120滴，那 G 叉直接模仿对手的一只宝可梦的招式哦，任意都可以，连 G 叉都可以，所以说哦，这个模仿我觉得还不错哦，所以说就是考虑啦，看情况啦，好吧？那索罗去开 G 叉比较好，那至于我们的人话不要开了，好不好？我觉得太危险了。好，那来试试看一下，来四二哦，一回合一只使用一次，从墓地捡一个基本能量贴到自己身上，那这个就是把自己墓地能量捡回来贴上去之后呢，增加我们这个 Take Team 的攻击力招式啦，好吧？这些应该都没问题吧，好吧？放一张叠叠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你卡手或是需要阿塞或是需要骨之马的话，叠叠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帮手。那来看一下能量转移，这回能量转移非常非常的吃很重，为什么呢？你看如果真的不小心，你看我们的蛇真龙剩下假装有一颗，那我们出去嘛，撤退丢掉一颗，然后怎么样？再贴回来一颗，然后我们索罗人挖上去了，对不对？那我们再手贴一颗，再加能量转移，就可以直接做进攻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如果真的不小心哈，全补或者阿塞的话，我们的另外一只索罗人挖 Take Team 没有能量，一样哈，把别的能量直接转过去，或者是怎么样，直接转到他身上，也可以打80滴的伤害，哈，可以防止对方的 G 叉一叉。再来就是这个，来打120滴，对手会呈现睡着状态。那如果他想要醒来，必须甩2次硬币都正面才会醒来，就是属于一个深度睡眠，攻击附加效果的深度睡眠，所以说这个也蛮酷的啦，不过120有点低啦，我觉得这个招式应该打到160比较好，好，所以他的招式应该用不太到了，好不好？帮忙增加能量的，那你看手上下去之后呢，我多了2颗能量，我还可以手贴再加能量转移，也可以让我们的 Take Team 做攻击，反正我觉得这个能量转移太火了，好不好？看情况做使用都 OK， 好吧，都 OK。 来追风机放一张，巢穴球放2张，因为说真的，这副牌说真的吃铺场吗？倒也还好，因为索罗基本上做1张2张其实都 OK 哈。那四二的话也是做1张2张3张其实都可以，看情况好不好？所以那剩下的话可能就是留给我们的 Take Team 以及我们的胡巴来做使用了。胡巴和这个达克，好吧，灵奇达克。好，那其他应该没问题了吧？那因为我们是二系的牌组，所以一定要黑市，这个没问题。那高球放4张，帮忙丢什么不需要的怪物以及能量。那单价放1张，来。放了3张这个，因为我说真的不吃铺场，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场地可以疯狂抓四二哈，四二基本上出来2只最稳，好不好？3只那刚刚更好啦。那在我们3张奖励卡的时候，它还可以打个大爆发，变成了160滴，也是相当的 nice。这样各位懂吗？好，那所以大概就这样子吧，没问题的吧？来，阿萨放1张，刚刚讲过的就是如果你出去的话，对不对？手贴加能量转移就可以直接做进攻了，也是 OK 的。那这些东西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好不好？好。
那我们能量十二张，我们马上来测试看看这个四二阵容配索罗亚克 Take Team 的这个牌组，好吧？哎，这里，也是好玩啦，也算强啦。钢，钢，全部都是钢。难道是路卡喷牌吗？这样好像有点麻烦呢、欸。我想看看哦。好，先手。没关系，也是可以打看看。哇，这手牌好烂哦！我的妈呀，这手牌太烂了吧！我天哪，谁可以救我啊？这手牌太烂了吧！好，这什么东东？路卡，好，先来开个竹篮吧。哇，没有人物哦，所以我等下可能要用那个了。好，先这样子吧。小蓝，我们的伤害有可能会爆出来哦，所以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啦，我觉得应该还好。那他的 G 叉丢掉我们能量的话，应该也还好，因为我都吸得回来吼，还有能量转移应该也还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能量把它最大化吼，再把它干掉，有比较需要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试看看，试看看。好，背包拿个那个无火吹风机吼，应该还好吧？所以他血量可以到达300，我靠，好屌哦！居然放这个。其实你装了，我等一下也不会揍你啊。G 叉哦，好，让我想想看哦。好，拿叠叠吧，没办法，是只拿叠叠了，因为没有绿牌的啊。来，给你，来，然后 JDDI。这一回合我应该是不会打他啦，所以还好吧。我想想看哦，索罗好像不太需要用到了，对不对？好，先贴。那他等下会打我50D 而已吧，所以50D 应该还好。我还有能量，没有了。好，先这样子吧。好，那就没事做，就换你吧。80，好，换你吧。基本上我应该是不会先打他啦，应该是完全不会先揍他啦。我等一下派姐姐上去挡好了，好不好？好，再贴一张可以。反正我现在完全没有要跟他开战的意思啊。啊，我锁轮要下了，我错了，我锁轮要下了。这个蛮新鲜的玩法哦，很硬邦邦的，有没有硬邦邦的那个路卡利哦。好，再贴个能量，他等一下会打150，对不对？那我派这个爹爹出去好了，好不好？派爹爹出去挡一下好了，怕他有骨芝麻麻烦。OK， 然后吹风机的话先不要用好了，我觉得没什么屁用。好，爹爹先上去挡，然后怎么样？这个也下来没关系，然后这个也可以贴，这个也可以贴一下。好，没事做了，我要抽两张吗？我觉得两张太少了呢。好了，先把能量转过去好了。三张哦，好了，三张可以了，因为我可以进化索罗亚克嘛。有没有索罗亚克？有，太好了。我索罗亚克嘞！我操！我的妈呀！
哦，我天啊，我索罗亚克居然一张都不在。好，那就再贴一颗，换你吧。我现在努力哈，努力把能量全部滤出来，然后等一下一拳把它干掉，好不好？我现在只能这样子了。他现在血量有290，290的话，我必须要九颗能量，九颗能量才有办法打他。所以我现在能量几颗了？我看一下，1、2、3、4、5、6、7颗而已，是不是？哇，好像有点难呢。其实这一送你应该没有关系啦，这一送你应该没关系。能量，我想一下哦。好，先揍你吧，让你拿两张奖励卡应该没关系吧？好，那才20滴哦，天哪，好痒哦。那他现在血量有多少？看一下，260、290、290减270是不是？好，270。那270的话，我想看看270是不是？我等下打掉吗？270的话，我必须要几颗？3、9、27，我要8颗是不是？1、2、3、4、5、6、7、8，哎，刚好可以啊，可以啊，等下应该杀掉了，等下杀掉了。好，应该 OK 了，应该没问题了。他如果不下怪，基本上他就爆了。好，场地给你下，因为我已经没有人物可以用了。应该说我没有怪啊，这还有交易山，好聪明哦。这虾米没有弱点，然后挑两只。对手的后排打20，打30哦，好猛哦，好像不错哎，这次好像不错哎。好，不过没关系，遇到我你还是要下去，再拿一张。哦，菱形达克都出来了，可是我现在没有能量，能量不够。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哈，8、9、9、3、270，好，可以了，刚刚好了。他让我打这个20D 哈，我太赚了，真的太赚了。吹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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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投降了吗？啊，打，爽啦，是不是？好，各位有没有看到？我锁了，哎，锁出来，锁出来，太好了，投降了，好。大概就这样子啦，有没有看到？应该蛮，应该会玩吧。所以 take team， 我觉得其实不用太早出来啦。而且我觉得这打法也不太一样，因为我是遇到这个路卡利欧，我看一下他配置好了，感觉不错呢。有没有感觉不错啊 ？OK， 好。所以他刚刚不管弄什么，我手上有吹风机嘛，所以基本上我是必胜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索罗亚克 take team 哈，加忍蛙 take team 加四二真龙的牌组就介绍到这里啦。如果你想怎么调整，自己调整一下，好不好？那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我们下次见吧。可是今天刚刚完全没有用到这个阿塞，好可惜了，好不好？真的太可惜了，全部也可以啦。其实刚打我那个爹爹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有全部的话多挡一下也不错了，好吧？不过难得已经伤害已经杀掉，那就没差了。好，那我刚刚那爹爹打了那一下20D 真的太漂亮，有没有？太漂亮了。好，那就教到这里哦，各位，再下次见，拜拜。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我们下次见。